我是毛龙儿，我在杭州，我在杭州的一个偏远的一个郊区，我在这边逛街，我在一个非常厉害的商场里面逛街，但是这个商场好像人不是很多，给大家拍一下这个商场什么情况。走，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商场，因为啊，这里面全是名牌，看见没有，都是非常有名的牌子，就是逛街人不是很多。今天啊是周六的晚上，不是普通的日子，普通的日子啊我也不会出来逛街，就是这个周六的晚上它这个人流也不是很多，大家都不逛街了嘛，周末前面刚才我走进来的地方呢是很多的国际知名的奢侈品牌，往里走可能要稍微差一点点，但整体还是可以的，就这边啊人不是很多，有一丢丢的奇怪。我们再往前面走看一下，走，巴拉巴拉，这好像也是个名牌，其实没有什么人。这个老铁应该不是来逛街的，感觉不是很有消费能力。百丽国际，这不是普通的牌子，很有名的。我们再下去看一下，像这些啊都是名牌。这个好像是羽毛球的牌子，很厉害的样子。走 ，IT 是卖电脑的吗？实不相瞒，不是，好像是一个服装店。这个好像也挺厉害的，这个倒三角，不是阿猫阿狗的牌子，这个也不是阿猫阿狗的牌子，这是知名中国品牌，非常厉害，可以看得出来这里东西还是很全的。TFZ 也有，就是游客稍微少了那么一丢丢。走，继续往前面走看一下，这个太平鸟好像也是国际名牌，卖得很贵。我以前啊过年的时候陪我朋友进去看过，很厉害，我是买不起的，我只能跟别人一起去看一下。这里也有，说明很厉害，看到没有，都是知名品牌，就它这个 LED 灯，不对， LED 屏幕，一般地方你都看不到。走，往前面走，再看一下，这个还是卖包的，卖包包的，这个也是卖包包的，这是卖衣服的，这是乔丹，非常厉害的一个牌子，喜欢篮球的朋友们都非常熟悉。这玩意也是打球的，这打的是马球，非常厉害。这是个星巴克，视频啊，就这么结束了吧。